来讲啊，有好的选球能力了哦，那个打击能力才会提升。所以比较严谨的讲法是好球来就打，不是球来就打，设定的好球来就打，好球来就打，就积极的打，不是。我人咧讲的吼，人美国人咧讲的是吼，看球击球。好，看球击球。对。但是所谓看球击球，就是看到然后设定的，对，进来你就勇于出棒这样子哦。结果这一球达成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，被刺杀，形成了一出局。请郭俊已经呢这个成功了一击了哈，那漂亮的跑垒了，我想这么高人哦，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现在是黄浩仁的打击。早上投球的叶丁仁在周二的比赛也上来投了三分之二局，那被打了两支安打，一个三振，没有失分，最后是拿了一个中继成功之后退场。今天的黄浩仁一开始有一照雷安打一分的打点，然后后面两次的打击就都是内的滚地球。现在叶丁仁上来之后接连两个好球，先是解决掉了左打的洪承宇，一棒落后三振出局，形成了两出局。八局上半呢，相对只要能度过，九局上半就可以交给汤马士。叶丁仁也想说他投完这一局，所以他现在的对决哇，跟李巨冠哦上来了第六局上来一样，就全力的投球了。哦，另外一地现在也紧张了。牛队虽然落后一分，但九局下半呢是一出局二垒有人。今天两边都很拼哦，不错。虽然狮队封网已经是时间问题啊，但是能够在这个尾声呢，大家把每场比赛无论如何都打得这个精精彩彩的就对了。现在轮到林振义，林振义今天呢前面的三次打击当中呢并没有安打的出现，汤马士已经在一旁待命，有两分了，哇，汤马士来投当然会更有力。接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稳住脚步传一垒，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。八局上半结束，目前7-9，蓝米狗两分落后。